大家好，我那个正在化妆，突然被拉过来说是让我去采访一下选手。我说凭什么？他们说因为我闲。那个刚才对词儿呢？嗯，昨天几点回去的？你采访你是 PD 啊？对，他今天是小 PD 啊。那个怎么样心情？有点疲劳，有点疲惫。你几点回去休息的？你不要管了。睡了三个小时，4个小时。不行了，困懵了。睡了16个小时，精神百倍。我昨天没来。好爽啊。我在催眠自己。你觉得最后冠军会是谁？刘洋。浙江面。你。一会儿谁错词，谁挨我网管一个大逼斗。我在舞台上当场给。我也想打行吗？在台上好好玩，不要有一个事业，我们就是最好的。加油！马上就要上场比赛了，最后一场有什么心情？开开心心的完成，耍上了。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站在颁奖礼上，会有一些好胜心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冠军，我们都这么想赢了，不能让我们吗？让我们，让我们。关关易过，关关过，只因我是刮刮乐，九条命，喵！世上无难事，加油！喜人奇妙夜总决赛马上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倒数：5、4、3、2、1。总决赛，没错。所以今天嘉宾阵容非常强大，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嘉宾老师，秦昊老师，王博老师。来，让我们欢迎观众代表大鹏老师。大鹏老师又高又帅又瘦，哎，这为筹备下一部新戏。来，我们欢迎观众代表徐峥老师。徐峥老师又胖又这个跟大鹏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是我俩今天亲子装来的。好，让我们欢迎观众代表沈腾老师。说实话，这真的是中国喜剧的顶配男团。今天就算到齐了，这个拍出照片来都很值得纪念哈。来都来了呢，我们就请每一位呢负责介绍一下自己左手边的。哎，这位嘉宾啊，但是有个要求啊，就是介绍呢只能用3个汉字，哎，每一个汉字都得有解释。我们先请腾哥介绍一下身边的徐峥导演。这难吗？这个仨字儿，大大大大大大。对，但是这三个字的解释肯定不一样嘛。第一个是哪儿大？第一个是老大，肚子大，大图片。第一个大是大智慧。嗯，哇，啊，大脑袋有大智慧啊，大智慧。第二个大是大肚腩，大导演啊，不是。第三个大是大演员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嘿，那边已经乐得不行了啊！你们有不服的可以补充。服。徐峥导演来介绍一下大鹏导演。小小小。大鹏导演，我想卷。卷。
就是大鹏导演，不管做导演还是做演员，特别特别努力，特别努力。对，就是作为同行，感受到深深的这个压力，觉得他特别卷。说对不对？去年一年，连导带演的作品有几个？五部是不是？是五部。Cool。第一个字卷。但是内在呢，我觉得应该是滚。卷起来不滚就可惜了。哎，但是我说这个滚是摇滚的滚啊，摇滚的滚啊，因为大鹏导演拍过那个缝纫机乐队嘛，他其实身上有那个摇滚精神，对，很嗨的那个激情的那个感觉。最后一个字我要说的是强，强，我觉得大鹏身上有那个小强的精神。但是现在的实力真的是很强很强很强，对对对对对，咱这不能成了大型的吹捧现场啊！对对对对对，从博哥开始，说点实话。矮。这个属于明着吹捧，你不说，说实话还没有这个。就和蔼可亲，和蔼，哎，每次见到博哥都特别的和蔼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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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因为博哥。他呢有一个口头禅，基本上在他表示任何的这个内容之前，他得先说哎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他哎他喜欢先起一个哎哎哎哎呀，这个请的话啊，你确定学的不是宝强？哎，宝强，宝强是哎大哥哎，我都没有来弄还提我哎。爱爱爱，对，就是我满满的爱献给博哥，因为这是我从我做导演第一部电影开始我就追逐的演员啊，每一部戏我写好了剧本我就给博哥啊，拒绝拒绝拒绝，哎，终于到第五部戏热烈的时候啊，他出演，实在不好意思了，不是，后来就找到一个方法要合作。我不看剧本了，后来就合作了。能请博哥介绍一下秦昊老师啊？这个确实难，你知道吗？这确实确实难，就是身上没有槽点，你怎么弄？你怎么能又开始说那？你就按前面的那个吹捧的这风格来，可以啊，别走歪了，不走歪，不走歪了。我就简单总结三个字儿，不是，你总结多了也不行，就要三个字儿。秀透露，秀透露，这是对待中国古代的这个奇石啊，讲的叫瘦透露啊，瘦透露。这为什么瘦？瘦不用说了啊，对自己的要求，想瘦就瘦，想胖就胖。透是透过这身衣装能够看到它里边的涵养跟虚实，通透。就是透过衣服看见里面的瘦，这种情况叫露，是吧？对，露呢？就是不经意的老是给你露出一手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哦，所有的那种才华也好，内涵也好，都是散发出来的哦。这还不让夸你，这他夸的最高，你你们喜剧圈是真会夸人的，得亏我第一个说的。来，我们请秦昊老师来介绍一下斌哥啊。机架啥都收到了哈。第一个字啊，最大的感受就是软，不能。大家看过前面的节目对吧？每一期都哭，心肠特别软，心软软，心软。嗯呐，哇！第二个词儿就是饿，饿是那个饿了的饿，饿了的饿。哦，你像我们一般好长时间没见面啊，我一般跟贾冰见面都是。我老饿了。
每顿饭啊都是贾冰给我们做。今天中午又吃了一次牛肉面，今天是牛肉面。第三个字，萌萌萌的，萌萌，有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啊，萌萌的。然后冰哥来，该你介绍沈腾了。哦，那我过来。哎呀，来，起往那边串串。我一气说完嘛啊。哥。哥。嗨。过。嗯，哥嗨过，来说一下，说一下。我是因为腾哥放弃了我自己本来的工作，追逐一个喜剧演员梦，所以我对腾哥就没有再好的词语来评价了，所以就这个。嗯，哥，嗯，第二个呢？嗨，这仨一起，这是。哥嗨过，就是整个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哥嗨过啊。嗯，这个要不解释他也能说得明白啊。哥啊，说表扬表扬他吧。哥嗨过。就这意思，这意思要多几个字。嗨，你这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这嘎。这么多位老师来特别不容易，但确实我们也面临了一个难题。你看我们一会儿要坐在对面七把椅子，我那个呢是赞助商的保留位置，所以我不能动，但是他们六位该怎么做我们就完全已经不知道了。正事儿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决定抢一抢吧。我的天哪，毛老师我先过去。宋木子呢出了个主意，说呢给那边最中间那个位置呢起了个名字，然后我们写在了那个牌子上，这个名字呢叫头牌。然后呢，真的是马老师啊，啊，最后一期的这是坏到底是吧大家。这样，反正是椅子嘛，咱们不都玩过抢椅子，抢椅子吗？哎，一会儿我们导演组上五个椅子，我们音乐响起呢，六位就抢。好，谁抢不到谁坐头排。第二轮没抢到椅子的坐两边，哎，剩下的再没抢到的坐两边，最后一位坐那边，跟我遥相呼应，好吧？来，我们导演组来上椅子吧。不是说来看那个三个小品吗？这怎么还开始来都来了？你就知足吧，上一期咱们还亲嘴呢。哎呦，造孽。Round one， 这边已经手就手了，音乐一停就开始响啊。哎哎，不是，我可不是心机啊！不是，我哎不，大伙儿都知道，大家看我刚才行不行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一般我那个力量是肯定能把腾哥周起来的。哎，结果腾哥屁股真沉的。不是这个，兵哥当时啊是跟着腾哥往那儿走啊，这就空着个座，哎，就愣是不往右看。就是不错啊，就是不错，当之无愧。哎呀，那该多不要脸呢！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尊重游戏规则，尊重游戏规则，要不我们接下来没法玩。头牌头牌头牌，哦。我们一块儿给兵哥鞠个躬，让兵哥头牌就坐。要不坐，可第二个鞠躬来了啊！我坐一下，我坐一下，我坐一下啊！三鞠躬可就不太好了，再不坐还有呢。Round two。这行啊，属于就跨过去以后他就不走了是吧？
咋样，帅不？鹏哥这个右腿还好吗？鹏哥右腿。哎，鹏哥可减减肥吧，鹏哥。没事，坐的。哎呦，咔嚓一下就压这了。那你撤掉一个沙发，摆个床。这个已经不行了，这已经废一个了。节目还没正式开始。他抱着我走的。沈腾更厉害，我们是用脚走过去，他是用屁股量过去的。能把我难倒吗？哇！来来，徐峥导演、博哥，来两位请，有请。世上无难事，是啊，只要刮刮乐都有九条命。哎呦，来吧，那个头牌，好，兵哥。这个一直看到最后，我尊称每一位在台上演员是我的榜样啊。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漂亮的孔雀，在这个台上一起开屏。哎呀，哎，徐峥导演，在这个舞台上。今天期待看到每一个演员都能够放光，成为不一样的自己。好，谢谢导演。鹏哥，我听说创作周期好像只有八天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不容易。对于小品的创作来讲，确实有点短。是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宽容一点吧。有什么小的失误啊，有的大家都给予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。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讲，也别太紧张，时间确实仓促。一切都正常。太温暖了，太温暖了。来，秦昊老师，我觉得就是最后一期了嘛，那只要把欢笑带给大家就够了。好，